来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哦，他这个二爷的前后两个部分用的这个呈现的手法有点不太一样。啊，这个关二爷本身好的部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技法，但前面的这个龙还有他的这个爪子用的是另外一种的风格来呈现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也不太一样。来，下面一个位置，像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就是写实的一个状态，那那个关二爷的头像就比较写实的状态。好，是塞车了，我们下一个位置，谢谢。下一个位置可以吗？可以，下一个位置，来，下一个位置，这边有请。好，我的手机响了，现在是54分，请问一下还有没有现场组还没来的？现场组还没来的有吗？可以给我名单吗？现在目前好，最后一分钟，现场组最后一分钟哦。好，下一个位置，谢谢。下一个位置，这边有请。来，美女这边有请。目前在舞台上为各位评比的项目中的最佳黑白小图，好，这一位刚刚在新人奖的时候有上来过。来，这一位的胸前的这个雕花的部分就是我们非常欧美的 style 的一个这个呈现。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下面一个位置。好，哎，他很有趣，是这个很有诡谲的气氛哎。好，我们下一个位置，好，已经排队排成这样，下一个位置，下一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请刚刚的最佳黑白小图的参赛，这个作品都可以上台来了。最佳黑白小图，请上台。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排一直线这样子，然后把作品面向观众，作品面向观众，作品面向观众。好，一位老师三张牌给不同的作品。好，下一个位置，谢谢。直接入列了，不用下去了，不用下去，直接入列了。好，来，下一个位置这边。老师们稍等一下，稍等，他们还在拍照，稍等一下，再等个半分钟好不好？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下面一个位置。好，入列入列，下面一个位置，来这边。好，再拍一下哦，最后数个10、9、8、76、5，哎，自动分位啊，你 OK， 好，来来来，哎，你就这边的，你这边的，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入列入列，来再读5秒，5，好，暂定位，给大家拍一下，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，好，直接入列，谢谢。好，最后一个位置给这个大炮拍一下。啊，你还没给大炮拍，给大炮拍一下。刺客方舟纹身博览会最佳黑白小图第3名季军得奖的是马丁主刺青翁博。翁博又得奖了，马丁主刺青翁博，恭喜恭喜！第三颗了，对不对？第三颗了，最最最。第三颗了，第三颗了。好，我们有请方舟女孩，我们的 Zoe 来帮我们啊，这个给我们的维克兄来帮我们颁发这个奖牌。好，我们先看观众这边来拍一个照片。我们转个方军得奖的是棺材蟋蟀秋凯，棺材蟋蟀秋凯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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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士林哥帮我们颁发这个奖。
个方向有四、這個、文化刺青一门，琴瑟刺青年思凯，年思凯恭喜，都是王的爱徒，我们的台中这个琴瑟刺青的年思凯。我打到频道了，你看连隔壁台都来恭喜你，掌声鼓励。我们有请我们的座椅，那我们有请我们的保罗哥哥来帮我们颁发，然后现场组关心一下，都到了吗？几何小图还有两个没有来啊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那现场都来了吗？几何小图 model 名字给我一下，几何小图，那现场都来了，几何小图还没来。好， OK， 我们转个方向，丹尼有请。